下午的3:36，今天是癌症基金会成立20周年。民国86年呢，癌症基金会成立，12月份的成立。今天是癌症基金会成立26年，现场呢也切了，你看这么好大一个生日蛋糕，一大堆癌症的病患呢，那个相关的朋友都在那边来庆祝了生日，那边还有茶点招待。还有很多的茶点这个招待还有很多的茶点招待这边在那个中油那个大楼一楼中校东路四段市政府旁边中油大楼一楼举行这并举办了第11届癌症抗癌斗士的领奖典礼，第11届抗癌斗士的领奖典礼。刚刚副总统陈建仁也在这边来颁奖典礼这个是记者燕国龙在台北中油大楼的报道。